不聊屁股的事儿。今天我们讲讲屁股，飞机屁股。以往的视频介绍过客机尾部的小黑洞洞，不太雅观。来突击提问一下，这个黑洞洞是什么？答不上来，去外面站着。今天咱们再介绍飞机另一个更大的黑洞洞。故事的开始还得从飞机发动机两个最基本的公式说起，你坚持一下，别睡着了，很快就过去。喷气发动机的推力是这么算的，而效率是这么算的。显然推力和效率是一组矛盾，你不能既想要凯迪拉克的推背感，又想要日系三大妈的省油。这中间的影响因素主要就一个字儿，喷，也就是发动机喷气速度。客机它追求效率高，太费油了卖不掉，不然有些尖酸刻薄的人非但不心疼你，还嘲笑你是航空界的纳智捷，说你一箱油滑不出跑道。所以客机发动机往往宽厚稳重，喷得又多又慢，而战斗机追求大推力，机器没劲儿，在兵哥哥那儿交不了差，所以战斗机发动机往往精细干练，喷得又少又快。但无论哪种发动机，它产生推力都依赖喷气速度，而不是很多人误以为的喷气温度。毕竟发动机不是喷枪，不是来烧电焊的，喷气温度太高，我能想到的就只有巨大的能量浪费，实在是想不起来有啥好处。所以发动机的三大核心部件之一涡轮的作用，就是给燃烧室出来的热气降温、降压、增速，尽量把气体的内能转化成动能。当然这个过程不是免费的，会收点过路费，也就是拾走一部分轴功。毕竟发动机里面的压气机以及飞机上那么多系统全都靠涡轮养着呢。然而涡轮对气体的膨胀加速毕竟是有限的，不敢加到太快，否则高速旋转的涡轮叶片扛不住，万一再整出超音速产生激波，那就更了不地了。激波产生流动损失，动能反而又会变回内能，最终就出现了一个难办的局面。你想让发动机喷气速度更快，尤其是战斗机喷气最好能超音速，但是涡轮说不容，太快了我受不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人们就在涡轮后面，也就是发动机屁股上又装了一根管子，学名尾喷管。尾喷管的作用啊，就是承担原本属于涡轮但涡轮不敢接的任务，进一步压榨热气，把内能转化成动能，产生推力。毕竟尾喷管的结构相比涡轮那简单太多了，它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管子，没有叶片这种精细的结构，更不用旋转。鲁迅曾经说过，越简单的东西越耐操，所以尾喷管就更适合干这种操活累活。至于说一根管子为什么能给气流加速，这就复杂了。最简单的情况村头王大爷都知道，虽然王大爷他不懂流体力学，但他知道在抗旱浇地时把水管捏扁就能让水滋得远一点。尾喷管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让气体流过一段越来越细的管子，它的速度就会逐渐增加。亚音速飞行的客机，它发动机屁股上的黑洞洞就是这种越来越细的管子，叫间缩喷管。但是间缩喷管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最快最快也只能把空气加速到音速，你就是可劲儿提高喷管入口的压力，管子里面的空气也没法超音速。音速就像一堵无形的墙，把间缩喷管的前途给堵死了。为了让这堵墙从无形变有形，让你看到，我用咱们优秀的国产工业软件 ASFD 做了间缩喷管的流长仿真，看结果，尽管入口压力已经达到了五个大气压，尽管管子里面的空气速度是越来越快的，但一直加速到出口也就是340米每秒左右，差不多就是声速。那你问了，是不是你的管子不够长啊，说不定管子长点就能超音速了。哎，好问题，下面我把管子加长再算一次，你发现了没，它出口的速度还是不能超音速，这不是尴尬的吗？你说我开着战斗机想体验一把超音速呢，结果你发动机喷的气自己都不比声音快，咋推着我追上声音呢？如何让空气在管子里超音速，这就要体现出流体力学的神奇之处了。其实很简单，我在越来越细的管子后面再加一段越来越粗的，就发生了神奇的一幕，亚音速的空气在收缩段越来越快，一直到最细的部分，也就是喉部达到音速，
而在喉部之后的扩张段，它还能继续加速，在音速的基础上再加速，那不就是超音速了吗？从 ASFD 的仿真结果也能看出来，管子里面的速度在扩张段都到600多了，简直快得造不住。这要是装在战斗机上，你还发愁追不上声音吗？这种先收再扩的喷管还有自己专门的名字，叫拉瓦尔喷管，1888年瑞典工程师拉瓦尔发明的，用在了蒸汽机上。至于说空气为什么能做出在越来越粗的管道里加速这种反直觉的事情，说来话长，这要真解释起来，观众都提起裤子吓跑了。推导公式我放在这儿，你要是闲得难受，买包瓜子边嗑边看吧。如今在航空航天行业，无论是战斗机还是火箭导弹，只要想超音速，拉瓦尔喷管基本上已经是标配了。后来在最简单的收扩基础上，人们还做出了越来越复杂的喷管，比如可变喉道的以及喷口方向可调的矢量喷管，咱就不展开了，我也不懂。好了，最后强调一下，视频里面用的仿真软件 ASFD， 欢迎大家去南京天府软件的官网下载试用，下载了就能免费用一个月，很方便，不想用了删了就行，一键卸载，不耍流氓。这种不需要授权下载就能用的方式，据我了解，在国内的 CAE 软件里面很可能是独一家，也体现出开发团队的自信。新版本2024版刚发布，我用了有一段时间了，这个版本在前处理，也就是画网格上提升非常大，前面我们算的几个案例网格都是用 ASFD 画的。另外它还加了个前处理的功能，非常适合新手入坑 CFD， 无论你是菜鸟还是老鸟，都欢迎去体验体验，感受感受国产工业软件的日新月异。好了，时间不早了，真是醒锅了，您去下载软件之前别忘了给我点个赞啊，鼓鼓劲。我是马卡耶夫，咱下期见。